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阿曲，欢迎来到我的 YouTube 频道。那今天呢，为大家带来这款新游戏，叫做《虚幻之宅》。那这款也是世奇亚汉化组最近汉化出来的游戏哦，是最新最新的。然后我们就直接开始吧，开始序中哦。那封面上这个男孩子，没意外的话，就应该是我们的主角，对不对？听说这个设定是在大正时期。作为书生，寄宿到那个宅子里去吗？哇，他还真是厉害啊！说到那的话，现在的家主与继承家业的儿子都被评价说有很棒的商业才能啊，在这一代很有底气啊。似乎还与父亲认识啊。父亲虽然已经去世了，关于那件有缘事情，怎么啦？难道是没有睡吗？刚才就一直在打眼皮，一直在眼皮打架。好啦，就那样睡吧，要起来的话会叫你的。昨天紧张的一夜都没有睡成，那就拜托你了。这应该又是马夫跟主角的对话，对不对？少爷已经到了。好颠簸哦，像阿曲这种容易晕车的人，如果是在早期的年代，应该会吐得要死吧。以前的东西更晃，这是，哇，好豪华的宅子，比以前见到大小姐家还要大。不过是在这边碰头的吗？比想象中还要偏僻的地方啊。信中确实写有。有写三大夫会出来迎接的啊。不知道能不能稍微让我避一下雨呢？打扰了，有人在吗？叩叩叩，应该要先敲门吧？门自己就，这样好吗？打扰了。有点没臭味啊，完全没有人的气息啊，是废墟吗？总之能够躲避风雨真是太好了。约定的时间应该还没有到，行李还好说，只要信不被淋湿就好了。大小姐的信，给。你有没有在意？虽然和你相处相当久没有见面了，但听说你作为书生，宅邸，我非常的高兴。信是我第一次写的，要和爸爸保密哦。见面之后，首先要逼呢，学习之后无聊的事情，不行哦。长大后的你身形会变得怎么样呢？掉下来的时候，伤口的伤痕连痕迹都没有留下来呢。作为兴趣，我现在有在学习花道与茶道哦。在这里写下来的话就没有乐趣了呢。很期待与你见面，加奈阿奈加智子。地图和大小姐给我的信都稍微有点淋湿了，不过这样的雨还没有全部淋湿也算是件好事了吧。话说回来，大小姐虽然小时候超级疯的，不过想必应该也变得相当美丽了吧。打不开。这里也是。太陈旧了，所以你们的开关都不太好吧。总之先冷静，应该还有后门之类的其他的出口才对。这又是一个这都是血迹吗？青梅竹马，他都没有反应吗？这地上血淋淋的痕迹，
而且我们的故事一开始就是这种浓浓的脏脏的背景，哎，这是麋鹿角是不是？花上锁了，这是什么声音？风铃声吗？为什么有这奇怪的声音啊？这是调查哦。什么啊？是猫啊？哦哦，你也是来避雨的吗？啊？啊？是要我跟过去的意思吗？嗯，真是不可思议的猫啊！稍等一下啦，和你没不一样，我可是没有夜视眼的啊。猫啊啊！进入这个房间。嗯，好。这平常好像是我跟我家咪咪跟虎太的对话。门开了。好糟糕的样子。灯亮着。有谁在吗？就是自己在走，一步一脚印的，虽然破破烂烂的。请问，骸骨，铃铛，你也太晚发现了吧？这阿曲之前就已经听到，幽灵吗？啊，带着五炙烧、满满血迹的和服的女子，是美丽的吗？不是，是坏掉了，这有点像男孩子，这不是女生了吧？不要放大，放大个屁呀！那个女性是那个人，这又是什么性感的叫声？贝米从隔壁，这应该是幻象吧？冷静一点，我还不清楚发生了什么，去了一下，万一那个男人有受伤的话，一定要帮忙了才行。作为男子汉，遇到有困难的人就要帮忙，父亲不是经常这么说的吗？所以轮到我的回合了没啊？好像走掉了。全身被切碎的男子一脸苦闷的躺在那里。我要坚强一点。总之，要小心点，不要被那个女人找到，再去找一次出口。在这之前，要把放在刚才那个房间里的行李去拿来。有了父亲和母亲的遗物。那个人也是被刚才的那个人杀掉的吗？这个是这个人的笔记本，而且还有钥匙。对于年老时日不多的我，所有能做的都已经做了。虽说是不该
不应该随便看别人的东西的，但说不定能比买些什么。他的意念强烈的惊人，锦鹿人类都被关起来，关了起来。我已经做了觉悟，不会有恐惧这种东西的，只是屋子音乐院里的存在而被称为幽灵别墅。我在为了平息他的灵魂，沾沾福祉把这些带去他的房间。这夜的最后绘制了一张这张别墅简单的示意图，二楼左下的位置画了个圈，似乎是想把符纸拿去这里。这就是最后一页的话，也就是说这里就是幽灵的别墅，大概那个女人就是月灵之类的吧。这本笔记本上写的收集三枚符纸让那个人成佛的话，一定就能从这里出错，也不知道能不能成功。说不害怕也是骗人的，但是大小姐她也写很期待与我见面。比起卷着尾巴瑟瑟的发抖，不如考虑下逃出去的方法吧。得到了客厅的钥匙，化为白骨的老人被压在衣柜下面。哦，这是衣柜，他的那个示意图怎么觉得有点怪怪的，这都已经是破破不生锈了，破破烂烂的。对啊，都已经破破烂烂了，所以我们这是要非常非常多追逐战的一款游戏吗？现在看起来也是要塌掉的样子，破破烂烂的，就是哦，随时存档，等一下，存档。想要一盏灯啊，拿桌上这一把，然后使用吗？蛮容易跳掉的，今天也是。然后这也是新的地方，是不是？隔壁的房间上锁，所以不是这边。瓦力埋在这里，无法继续的前进。有没有可以把瓦力去除的工具呢？他果然是幽灵，因为他是从这个地方出来的。不要靠得太近会比较好。酒和玻璃杯陈列在一起。为什么这个男人会在这里啊？这又是没有办法过去的地方。为什么桌子上铺着被子啊？啊，这不是床吗？室内灯。如同人造物一般的美丽。不能靠得太近，是不是？也是啊，切得破破烂烂的尸体。啊，这是什么啊？真是不可思议的东西啊，是用来做什么的呢？啊，这是衣架，应该是说那个时期，这应该是算是日本，对不对？他们那边还没有被西洋化的很严重。为什么又有点大舌头？对，所以其实很多像是外国进口的东西，目前还不知道，对不对？各种消耗品被整理在一起，应该就是用这个吧。用这个应该就能把院子里的瓦砾清除掉吧。得到了锄头，有干货和干瘪的蔬菜，没什么特别的东西。谷物，食物中沾着毛发，破破烂烂的腐烂掉了。双标团冲出来哦，又是啊！我按到那个啦，读取键。等一下哦，那应该没什么好调查哦。我觉得我们就直接再从头去拿我的锄头。
没有触发到事件啊，所以如果阿曲又就像之前一样笨笨的话，就是很容易像这样子，很多东西其实触发过，可是因为他的数据的关系，所以阿曲以为触发过，其实我的有可能死掉还是怎么样，所以我的数据等于是没有触发过的，然后就可能要再一次重来，然后还会因为自己以为已经使用过，为什么还会卡关，就会自己不懂为什么。有一盒有着狮子与太古嬉戏花纹的火柴，明明脸长得像猫似的啊，却好大啊，好想看一次啊。老虎吗？那年代已经有动物园了吗？应该是像是杂耍团还是马戏团之类的吧。茶叶与似乎是工作用的物品整齐的摆放在那里。从拿起来的茶叶罐里传来了水声，里面装了什么呢？也没有打开来看吗？好可怕啊，突然之间觉得风铃声是一个很可怕的声响上锁。关着的地方好多啊。有谁在吗？救救我，我从这里出不去了，不快点的话那个女人又来了。我知道，我一定会救你的，所以请你快点躲起来，拜托你了。是谁啊？那个脚步声是来回走动的吗？等一下，它是在尸体旁边的灯，虽然光线微弱，但对于探索来说是不可缺的，油也很充足。一楼客厅的钥匙明明没有上锁，却打不开。存下档吧，又触发到一个新的世界，而且我身上有760块，是能干嘛？客厅，然后这边有什么呢？若是凝视，则会被破坏；若是倾听，则会被撕裂；若是发出声音，就会被割断；烧去黑暗，就会消失。这是符咒吗？用多变成黑褐色的。时钟停了，如同时间停止一样的美丽的绽放着，用毫无感情的眼神看向这里，陈列着陈年的老酒，有外国的书和装饰品。所以用手触碰的叶子像是沙一样的溃散了，在几片叶子所覆盖的地方之间好像有一把钥匙，得到餐厅的钥匙，蛀虫密密麻麻的缠在上面，打不开就好了。这个其实行走图很多地方是没有办法走。我有在书上看过这样的，好像是叫钢琴吧，钢琴的乐器吧，好大，不知道会发出什么样的音色呢。你想按按看吗？按了感觉就会把那个女人给叫来，好可怕哦。玻璃那头装饰着美丽的西式餐具，另外一边不是玻璃，而是木门里，却是空的。这是什么啊？这是不可思议的东西，是用来做什么的呢？所以他的对话没什么太大变化，是不是？我得到了一把钥匙，是餐厅的钥匙，应该又是……他出来的样子吓到我，应该是这边没有错吧？看起来还是很高级的地方，里面是空的。玩这游戏应该是要有点心惊胆战的，我已经很害怕那个女人哪里会冲出来了。
银色的汤匙和差不多大小分成三股的东西，还有小小的菜刀一样的东西被收拾在一起了。汤匙还是懂的，不过这也是餐具嘛，叉子吧。哦，果然是刚刚像阿曲讲，他连衣架都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，所以对外来的器皿叉子也不太懂，对不对？好像不是日本的猫啊。没有烧过火的感觉，这是秋雨一般扭动的线被填满了整张纸，是在写英文的草写，对不对？哦，娃娃，穿着新竹社和服的日本人偶摆放在那里，似乎是作为装饰品被使用着。墙上的画都没有用，皱巴巴的血痕的纸上写着请窥视看看吧。用这种东西来搬运餐具啊，真是便利的东西。要窥视什么？窥视这边吗？哦，这边是到处都沾着红色的东西。伸手，厨房新鲜的状态被放置在那里，被虫子咬得破破烂烂的，发黑了，到处都有白色的东西在蠕动着，空的，烧到一半就被遗弃了。有个空桶，没有什么东西吧，就是都是放置很久的餐具啊，食物啊。哦，上锁，不救那个女人的话。所以我们现在要干嘛？去挖开。我现在还不想上二楼，太可怕了。我现在要做的事就是把这边给挖开，然后就结束这一集。没错，先把它挖开再说吧。这里又是像是院子，是不是？好啦，那我觉得我们今天的实况就先到这里咯。一样，如果喜欢的影片的话，不妨可以订阅我，或者是点个喜欢。那我们就下一集再见哦 ，See you， 拜拜。